黐靓片收声被赶走，靓靓餐梁小兵退会啊！早前陈发用因为梁小兵出席慧贤亚集活动一阵冇着住大会嘅外套而责骂佢，小兵后嚟全程黑面，佢哋两个后来多次隔空马战，至早前小兵表示会退会添。而身为梁小兵同届港姐嘅袁咏仪靓靓，寻日同老公张智霖出席活动一阵就力撑小兵，只同佢相识超过20年，熟知佢嘅为人。如果唔系被逼到冇位置或者受到好大伤害嗰阵，佢系唔会出声。可以想象到佢当时嘅画面，仲支持佢退会添啊！去咯，我都唔系嗰个会。我都唔係，我覺得我要講一句咧，即係香港小姐係代表我哋香港人嘅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啦。咁我哋作為一個旁觀者咧，即係可能收聲當幫忙啦，為香港嘅形象得啦，更加得啦，你可以去做第二啲訪問。原來唔著制服會俾人鬧嘅，咁點入會啊？係咯，試過未啊？我就係唔驚俾人鬧，所以我唔敢入會咯。有人過㗎，你冇入會。我就係驚唔著制服俾人鬧，我咪唔入會咯。会做中间人啊？吓，做咩做中间人啊？退会女咯，退我都唔系呢个会，我做咩要去做中间？化解呢啲嘢，我觉得自己谂啦。系啊，即系我，如果即系我安慰咗我朋友就算噶啦。嗯，系啊。有人破噶，你冇入会？我就系惊唔着制服俾人闹，我咪唔入会咯。会做中间人啊？吓，做咩做中间人啊？退会女咯，退我都唔系呢个会，我做咩要去做中间？唯一一个旁观者咧，即系可能收声当帮忙啦，为香港嘅形象啦，得啦，更加得啦，你可以去做第二啲访问。原来唔着制服会俾人闹嘅，咁点入会啊？系咯，试过未啊？我就系唔惊俾人闹，所以我唔敢入会咯。迟会退会添。而身为梁小兵同届港姐嘅袁咏仪靓靓，寻日同老公张智霖出席活动一阵就力撑小兵，只同佢相识超过20年，熟知佢嘅为人。如果唔系被逼到冇位置或者受到好大伤害嗰阵，佢系唔会出声。可以想象。黐靓片收声被赶走，靓靓餐梁小兵退会啊！早前陈发用因为梁小兵出席慧贤亚集活动一阵冇着住大会嘅外套而责骂佢，小兵后嚟全程黑面，佢哋两个后来多次隔空马战，至早前小兵表示佢当时嘅画面，仲支持佢退会添啊！去咯，我都唔系嗰个会。我都唔係，我覺得我要講一句咧，即係香港小姐係代表我哋香港人嘅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啦。咁我哋